she had a toy on the floor, the magnet, and she built a tower. And the brother was cleaning up his other magnet. And she wanted to clear the sister. I said, no, that one belongs to your sister. Your sister does not want to be cleared. You cannot. So the brother was screaming and yelling. I did not allow him. I said, cannot. This do not belong to you. You cannot, in cleaning up your magnet, destroy or keep your sister's thing because your sister wants it up. I said, no, no, this is called the principle, okay? And scream and yell. And I said, no, no, he refused to give him to him. OK， 我刚进来哦，这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外星人的这个主题，在这里没错，对吧？请问一下，请问大家今天进来是要听外星人？感谢哦，哎，是是，哎，感谢您，是是。是那个恒斌老师还没进来是吧？我没有看啊，今天您就是看我们了，我们非常感动啊，谢谢。好，一切平安，平安平安，早一天我们真的一起去宜兰一下哈。好，老师，宜兰是我的家乡。哇，太好了。这宜兰是我们。一直很想去做属灵地图的处理的地方。好，欢迎老师。哇，可能大家对这个主题真的蛮有兴趣的，还没开始就已经这么多人进来了。那么恒斌老师还没有进来对不对？牧师要我去叫他吗？可以啊，可以啊。好，遵命。我现在搭太空船过去了。OK， 好好。Recording in progress. 我今天前半段会让，哎，有谁的麦克风可能没关？我今天前半段会让恒斌老师来做分享。因为他在这之前事实上有办过这样子的特会，那个特会我只去参加了一场，我记得好像有两三场，我只参加了一场，所以对后面两场我并不是很了解到底讲了什么。Who you are, are you? Who I am, who I am, who I am.
进来了，Scott 牧师，麻烦你设我为联席主持人，谢谢。OK， 好，稍等我一下哈。这样子，衣服穿起来。OK， 你在你的你上面的名字是137313吗？啊，不对，不是，不是，哦、看到了，看到了。OK， 是 Make Host。OK， 对。这样就 OK 了吗？啊，呀呀 ，OK。OK。那你那边会需要分享你的荧幕吗？我需要分享那个那个 PPT。那挂了吧。挂了，老张。那如果是跟着才。大卫老师，你现在是主持人，所以你要设那个 Scott 是联席主持人吗？我无法设，这上面只有上面的选项，就是只能把它设为主持人。你们的 Zoom 是没有，可能你们设定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没关系，没关系。所以，Scott， 你有需要播放 PPT 或者其他的那个需要吗？可能在你玩之后，我会播放一下我电脑的荧幕这样。好，那就我结束之后我就设你为主持人，这样 OK？ 是是，应该就可以。那你先欢迎大家吧。好，哇，其实好像对大家对这方面的主题蛮有兴趣的，因为以前在八点钟之前不太会有到达那么多的数目字，去关心任何一个主题。那刚背后有。确定有谁麦克风没关吗？我听到了一个，等一下，那是我的。OK， 我懂了。好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主题上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过去接触过这个主题哈。不过，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探讨，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探讨。那我知道 David 老师过去在这方面甚至办过讲座，那我也去参加过他的第一场，但是并没有参加后面的好像第二、第三场，所以我并不了解那一位海外来的讲者，只知道说他是因为研究这个主题而到最后信了主，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完全太多的细节。那我想说 David 老师在这方面已经有些研究，我让
他今天来照着他所研究的能够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哦、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哦、好，那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进来的时候尽量转成静音、哦、才不会造成其他人的干扰。好，现在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神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不管以后将来的迷惑会有多大，或以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方式，主耶稣，我们都坚定的站立在你的话语里面，哈利路亚，忠心直到见你的面。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被这些迷惑或者甚至邪术来把我们给蒙骗了，哈利路亚，你的爱对我们是不变的。主耶稣，我们眼睛不管日后会看到什么，或者是任何的多么奇妙的事情，主耶稣，我们认定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救主，那唯一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也求你保守今天我们一切所有的分享，也开启我们的灵耳灵眼，能够有聆听的，能够看见的眼。主耶稣，你也在其中当中、不管弟兄姊妹所听到的是什么，他们能够回去回到圣经里面去查验一切今天所听到的，哈利路亚，让他们心中有个底，也能够面对将来的迷惑而不被受骗。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Amen， Amen。 OK， 所以 David 牧师，我这边需要做什么吗？现在是交给我吗？对，现在交给你。对，好、感谢赞美主、欢迎所有上线的弟兄姐妹和海内外的朋友、哦、那很多人对这个外星人的主题很有兴趣、哦、那我们就从这个、外星人的、研究的部分呢，来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我们在2018的时候、哦，那我们邀请了一位呢、海外的这个讲员、他叫做 Joseph Jordan、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他从小呢就、对外星人非常非常的着迷。那、你看到这个海报、海报的这个、左下角、左下角这一位就是 Joseph Jordan、现在大概有60来岁了。那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特别邀请他，然后跟这个末世先锋的薛长老 Paul 长老、通常我们都称他为 Paul 长老这样、那就是特地邀请他从美国来到台湾，然后为我们做了这个为期3天的这样的一个外星人的分享。那他从小呢，他就是对外星人呢非常非常的有兴趣、非常的着迷。那他曾经是这个 New Age 的导师、那有些人有听过 New Age、那他基本上他一开始他不是基督徒、那研究外星人呢，他研究了有25年、然后在、整个外星人、这种、UFO 的领域里面呢，他算是一个知名的人物、然后他也被这个韩国啊，韩国的应该是韩国官方、邀请他、成为他们的顾问、那他研究外星人呢，研究了25年之后呢，因为研究外星人而信耶稣。我们听到都有点傻眼、就觉得什么研究外星人还可以信耶稣、哇，真的这是太稀奇了。然后、他发现他为什么会信耶稣，他发现、因为 他等于算他是一个研究的学者、所以他就开始呢对、各方面就开始有一些涉猎、学者型都会这样，有些参考资料各方面他都要涉猎，都要去、研读这样的、那所以他就也有看圣经这样、也有研究圣经，因为他对外星人很有兴趣，所以他研究圣经跟研究外星人之后发现，哎，圣经讲的是真的、他发现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事情都是真的、那他研究整个外星人的这些的、情况呢，等于算是他在整个这个 UFO 的领域里面他算是比较另类的、比较另类。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他研究的成果、
那是让我这个跌破眼镜啊。他研究25年，研究外星人的结果，结论就是没有外星人。哇，听到我真的是很伤心这样啊。为什么会很伤心呢？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这个星际大战哈。星际大战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啊，高中时候的电影，所以有点暴露我的年纪啊。那这个星际大战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外星的故事啦啊，然后这些非常吸引人的这些的人物啦啊，或者设定啊，因为我是做也有从事在这个艺术方面啊，美术方面的这种工作啊，所以我们对这种星际大战就非常的欣赏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概念啊、设定啊。是让我可以有很多的开启这样的、哦、所以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研究的结果没有外星人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眼睛要掉下来，就是就觉得说哇，这样子我所有的这种梦想都破灭了啊、哦，就是那种高中男生时代的那种梦想都破灭了，所以希望有一天可以见得到这种外星这种高科技啦什么什么的啊、哦。那所以我们先讲结论哦，然后我再告诉你呢什么原因啊、哦、就是请听我这个侃侃而谈哦。那像我们都很喜欢这些高科技的这些的，比如说太空船啊，或者说它有一些很吸引人很炫的东西啊，什么超光速啦、啊、哦。这种外星飞船啊，或者星舰迷航记啊，这种啊，那因为我做模型啊，所以我对这些就是非常能够吸引我。所以其实《星际大战》里面呢，有一架太空船呢，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也是整个这些在美国、啊、他们在做这个评比啊，这个排名啊。它是所有的这些的星际大战里面的这些的太空星舰啊、太空飞船里面的最受欢迎的，它是排名第一。然后排名第12的呢是它的前身啊、它的前身是这个罗兰的兰道的了啊 ，Lando 它的这个 Millennium Falcon 啊，就是千年鹰号啊。那我在 FB 也有设一个千年鹰具啊。那这个千年鹰号它是就是整个星际大战里面最著名的一艘太空飞船，而且它可以超光速飞行啊、哦、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太炫了啊、哦、这个很多的这种外星的故事，然后包括现在啊，现在还有这种曼达洛人啊、哦、然后又有一个小尤达啊、哦、这个 Baby Yoda 啊、哦，就是非常的 cute， 非常的吸引人啊！就是我们也很希望说啊，有一天我们去到这个外太空，然后呢可以看得到这些外星生物啊，也许可以遇得到类似小尤达这么可爱的生物啊。结果呢，经过他一讲呢，我们就整个梦想破灭啊，梦想幻灭啊。那为什么呢？啊，他当然有一些科学的根据了啊，因为他是一个研究型的学者啊。那所以他首先他就提到呢，如果外星人要来到地球啊，我们做一个正面的假设了，外星人要来到地球，因为这些外星的生物呢，他们所在的这些的星云啊，或者所在的太阳系啊，离我们呢很可能有好几万年好几万光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光年其实是一个距离啊，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啊。那所以就需要有超光速飞行、啊、或者是能够经过这个所谓的虫洞、啊有点类似黑洞这样的、啊、那这种虫洞的理论呢，其实它还是只是个理论而已、啊、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获得很多的这些的讯息、啊、都来自于好莱坞、啊、那好莱坞里面呢，他们是大力推广外星人、啊、最努力的一个单位啊，为什么呢？因为要赚钱啊，所以像这个Marvel 啦，或者 DC 啊，这个漫威啦、DC 啊，里面看得到很多的这些的外星人啊，
或者是这种外星的能力哈、啊啊，包括那个什么萨诺斯啊，他也是外星人哈、啊，所以这个很多漫威的故事啊，那其实都架构于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这件事啊。那我们先来讲啊，就是如果外星人啊，比如说我们都会看得到这种有些人有看见这个飞碟，对不对啊？然后呢，也有听说过啊，有接触过这个外星人呐、啊，啊，或者是有一些看到有一些外星人的那种影片啊，都拍摄到的啦，啊，那还有包括那个罗斯威尔吧，就是美国有一个地方罗斯威尔啊，那他们有那个外星飞船坠落的事件啊，那他们也有做了一些的研究啊，那罗斯威尔这个，那原来是一个小镇啊，就是。想想这个鸟不生蛋哦，鸟不生蛋的一个小镇哦，就是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啊，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啊。那忽然有一天啊，就发生了这个外星飞船坠落的事件啊，所以那个小镇呢就红起来了啊，一夜之间爆红啊，所有涌入非常多的观光客，然后呢，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相关的这些商店呐 啊或者餐厅啊，因为涌入很多人啊，所以他们就发了一笔的这种观光财啊。等一下啊，有人画到我的画面啊，所以我要跳开来再重新进来啊。啊，所以亲爱的朋友啊，如果你有用平板的话啊，请你不要在平板上面画来画去啊，我的会出现在我的画面上面啊。好。那超光速飞行，我们先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超光速飞行，也就是说外星人要来到地球，他必须要超光速飞行，他必须要超光速才能够来到地球。那基本上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同意有这个概念，对不对？你说外星人要出现在地球，你一定要超光速，不管你是搭什么啦，UFO 飞碟啦，还是星际大战的太空船啊，不管怎么样啊，你就一定要超光速啊，才能够出现在地球。好，那我们就假设啊，它可以超光速啊，那我们再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超光速这件事情啊，那我们都过去都以为啊，这个宇宙它是处在一个真空状态，但是很抱歉啊，宇宙不是真空状态啊。宇宙当中呢，它会有一些粉尘啊，或者说有一些的尘埃啦，或者是有一些的宇宙当中的垃圾啊，就好像我们地球外围啊有很多人造卫星啊，然后也有很多丢了一些太空垃圾啊，在这个我们的地球的周边啊，或者是在宇宙里面啊，所以宇宙呢基本上它不是真空状态，我们需要有这个概念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宇宙不是真空状态。那你超光速飞行呢，你就是比光速比光的速度还要快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那第一个呢，你的这个飞行机啊，你的太空船一定要能够耐得住这样的一个速度啊，那才能够在这样的里面来进行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来进行啊。啊，还有就是你在那么高速的情况下啊，你的这个太空船不能够解体啊，那你一旦解体啊，那你就 GG 了啊，就拜拜了啊。那另外啊，我们刚刚有讲到宇宙它不是真空状态啊，它如果它你的超光速飞行的太空船遇到这个宇宙当中的粉尘啊，粉尘就好啊，不用垃圾了，粉尘就好啊。那这个粉尘呢将会有400万黄色炸药的这个爆炸力啊，因为超光速啊你是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啊，所以一个小小的东西呢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爆炸力，所以呢没有任何一个太空船可以承受得住啊这样的一个爆炸力啊。那我们都会在星际大战里面看见这个这个千年鹰号啊，这是非常经典的画面啊，他们开始进入这个超光速飞行啊，然后看到所有的星星呢都变成这种线条式啊，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千年鹰号呢它必须要能够就是耐得住这样的一个
宇宙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粉尘啊，它才能够啊，而且还不会被击毁啊，它才能够在超光速底下啊持续的飞行啊。好，那如果呢啊，这个千年鹰号呢，它遇到好大一点的垃圾啊，它就直接拜拜了啊。那所以基本上呢，这个以目前的科学所认知的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这种物件啊，可以抵抗这么大的一个爆炸力啊。那你要撞到一个怎么讲碎掉的这个星球的石头，哇，那就完蛋了。或者宇宙当中有陨石的啊，你要是碰到一个陨石啊，那你这个太空船就解体了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太空船它无法在这个超光速的飞行啊，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啊。所以你如果有疑问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些的搜寻啊，现在 Google 都很方便啊。那很多的这种好莱坞的影片啊，所有的这些的太空船它都可以啊超光速飞行，因为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啊。那所以这是一个虚拟的概念，虚拟的概念。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些假设啊，我们再做另外一个假设，假设它可以超光速飞行啊，而且呢它还耐得住啊，还耐得住，那它超光速飞行啊，假设啊超光速飞行有这件事情啊，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些星舰啊，他们是怎么样超光速飞行之后瞬间停下来，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开了一辆这个法拉利跑车，然后呢瞬间一秒钟停下来啊，那而且它是超光速的状态啊。那我们都坐过公车啊，那我们都知道啊，那搭公车的时候呢，如果呢你要让这辆公车要停下来要怎么办啊？你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啊，更大的一个力量让它停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个太空船这个星舰在超光速的飞行底下，你要让它瞬间停止，就是秒停啊。我们看到那个好莱坞的画面都是这样啊，超光速飞行然后出现的时候就秒停啊，瞬间停止。那你需要相对的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啊让它停止。那这么大的一个力量，也就是要比超光速的力量还要大的力量才能够让它停止啊。那以这么大的力量的状态下呢，所有的太空船全部 crash 啊，也就是呢全部瓦解，无法承受啊，因为你是在超光速的状态啊。所以这一些呢其实都是来自于这种好莱坞的洗脑啊。对，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影，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包括我也很喜欢星际大战啊，我过去都完全接受啊，就是这样，太空船就是要这样飞，而且呢马上就可以瞬间停止啊，飞到这个叫做什么塔图坦星啊，马上立刻停止啊。那我们过去都被洗脑啊，就是已经开始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它是不科学的啊，也就是它没有科学根据啊，它只是在好莱坞的一个幻想的一个作品里面啊。那首先呢，就是超光速是不可能的啊，也就是说这些外星人没可能来到地球啊。那为什么我们地球还有看到有这些的飞碟啊，或者说有什么太空船坠毁啊？这个罗斯威尔也有这种太空船坠毁啊啊。那麻烦你啊，拿一个这个太空船的碎片啊，或者太空船上的玻璃好了啊，拿一片玻璃，拿一片碎片啊，或者呢拿一个螺丝钉好了啊啊，请你拿出这些的东西出来啊，证明说这个太空船有坠毁在这个地方。你去到那个美国罗斯威尔啊，那你网络上也可以搜寻的啊，那很多都是一些的资料啦啊，要不然就是一些影片啦啊。然后呢这些的比如说太空船的，应该是说太空船的残骸啊，你知道残骸也可以伪造啊。那你必须要能够检验出来这个残骸是
不属于地球上的元素啊，那你伪造你会很像啊，你就看到照片啊什么，你会觉得它很像。但是科学家可以去化验啊，就是可以去检验这个太空船的残骸，它是不是属于非地球的元素啊？也就是说，我们念过化学都知道啊，这个周期表啊，就是上面所有的元素啊，这个五六十种的元素啊，那你太空船呢，你要证明它是外太空的东西啊，你就要证明它有这种非地球的元素啊，那你就当然就可以证明它是啊从外太空来的。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哎，大家都有看过这个飞碟啊，飞碟的影片啊，或者说有些人这个是亲眼目睹啊什么的啊，那我们就回来讲这个 UFO 啊 ，UFO 不等于飞碟啊 ，UFO 是什么呢？是叫做不明飞行物体啊，不明飞行物体不等于飞碟啊。那很多时候我们过去的概念，飞碟的概念就是有一个圆盘啊，很多人的这种他们的所谓的见证啊，他们就看到这个外星人啊什么的啊，这个飞碟啦啊，甚至拍摄下来影片啊什么的啊。所以呢，根据这个 Joseph Jordan 啊，我们通常称他为 JJ 啊 ，JJ 不是那个叫什么林志，我忘了那个歌星的名字啊，不好意思啊。林俊杰了啊，不是 JJ 林俊杰啊，他是 Joseph Jordan 啊 ，JJ 啊。那根据 JJ 的了解啊，这些呢，所有的证据啊，根据他25年的研究啊，所有的证据绝大部分都是影片啊，都是影片啊。那也有一些人被外星人掳走了，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在他的调查报告里面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说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样啊。那好，我们做一个假设啊，这些人被外星人掳走，然后有些人被释放，或者有些人就是偷跑回来。那有没有哪一个人拿了外星飞船、太空船上面的一个螺丝钉啊，或者一根小汤匙？拿回来做纪念，证明一下啊，这是外太空外星人的东西，都没有啊。他25年的研究里面发现都没有，完全没有，这个什么都没有啊。那就是很多都是这个人的这些的见证啊，所以他所看到的啊，说他所描述的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的影片啊，这样子有拍摄到这种外太空或者飞碟的这些影片啊。那我们从影片的角度来讲好了，好，影片可不可能是真实的？好，我们现在有很多 AI 技术比如说这个奥巴马好了，或者普丁好了，普丁很红普丁出来讲了一段话其实呢，他真正的影片呢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是随便讲好了，丁普他就拍了一个影片。然后把这个普丁他的 AI 呢贴上去，然后呢，现在就感觉就像是普丁在说了一段话做了一段事都是影片来的。另外一个层面呢，好莱坞是不是有拍过这个变形金刚诸如此类，我只是随便挑一部电影变形金刚，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变形金刚是真的？就是在看电影、观赏电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很假，对不对？也就是现在的这种 CG 的技术，这种电脑技术它可以把这些虚假的东西非常的拟真包括 各方面的光线还有这些的光影各方面还有这些数据的处理包括这些头发啦，或者说这些的植物对，它都可以用虚拟的方式所以好莱坞都可以做出这个变形金刚，那请问一下，那有这样的技术的人，能不能够做出飞碟的影片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去想一想你可以不一定要同意我的话你都可以自己去想一想然后也有人会讲说，这个麦田圈呢对不起，我们先把 UFO 讲完
那 UFO 呢，实际上它是不明飞行物体啊。那很多的部分呢，美国啊或者国外，它有一些黑科技啊，它有一些黑科技不想让你知道啊，所以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会说这是外星人啊。那为了要让它的黑科技或者它的军事科技不被曝光啊，所以呢用这个外星人来糊弄你啊。那其实是属于这种不明飞行的物体，然后它是这个它不是飞碟啊，而是 不明飞行物体啊。那另外就是说，所有的绝大部分的证据啊都是影片来的啊，所以拍得到飞碟都是影片啊。那也会有人讲啊，麦田圈啊，麦田圈不是就是实际上的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上面一个最好的证明吗？我跟你讲哦，他研究25年发现哦，哎，我另外提一个问题哦，这外星人很奇怪哦，这麦田圈为什么都出现在英国啊、美国啊？我们台湾为什么没有？哦，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哦，或者新加坡为什么没有？那就或者是马来西亚哦，那也土地也很大啊，很多地方啊，为什么只出现在这个英美啊、英美这些这个国外的地方啊？所以根据他的研究发现是怎样，有一群行为艺术家啊，半夜偷偷的去啊做这些事情啊，或者他们找一个那个渺无人烟的地方啊，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都没有人去啊，他们可以搞好几天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呢做出这种行为艺术啊，就是麦田圈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啊，艺术作品啊，然后呢就躲起来啊，然后就开始就有这种外星人麦田圈的报道啊，就很红了这样啊，所以呢他们就躲在背后偷笑，就是知道人就他们这一群人就会知道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啦啊，这样子他们自己人就会很嗨这样啊。那好啦，那台湾为什么没有？台湾也有很多稻田啊啊，那为什么都没有麦田圈？我们台湾都没有出现过麦田圈，就是很不公平啊啊，为什么都出现在美国，出现在英国，出现在欧洲这些地方，为什么我们台湾都没有啊？这是一个你可以去想一想的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一些行为的艺术家啊，他们所做出来这些的麦田圈这样的啊。所以麦田圈的部分呢也有一些揭秘啊。那所以你也可以去想一想啊，对，就是很多很空旷的地方，包括沙漠啊，很多很空旷的地方啊，为什么没有？哎，沙漠不是很好搞吗？为什么沙漠就没有？因为这些行为艺术家去不了沙漠，你知道吗？去到沙漠到搞不好他回不来啊，迷路了啊，那又没有卫星导航，那死在那里，他们才不愿意去。所以你去看这个麦田圈所出现的地点啊，那你可以去做一些的思索判断啊，或者搜寻啊，你可以自己去搜寻啊，现在这个 Google 都很方便啊，你都可以去自己去寻找答案啊。其实现今的社会啊，现今的世代是一个迷惑人的世代啊，讲到这个就很生气啊，为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政府都叫你去打疫苗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疫苗很好赚啊啊，一针疫苗啊大概800块的啊，那你想想看，全世界有几亿的人口啊，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来打疫苗，你知道这些钱呢都落到谁的口袋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可以去思想一下啊，为什么每一个政府都鼓励大家要去打疫苗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机啊，好几百兆啊，不是亿而已，好几百兆的商机啊，因为全球好几亿人口。那所以呢，其实这些疫苗呢，全部都没有通过完整的检验啊，没有通过完整的这些的程序，因为一个疫苗的上市的产生，它需要经过好几年的临床实验啊。那现在呢，全部都是紧急上市，为什么呢？告诉你说这些的COVID 啊，这些的病毒啊，没有解药啊，所以需要紧急上市。切，怎么会没有解药？根本就有一个解药，它是不告诉你有解药而已啊。伊维氏菌啊，
就是其中一个啊，还有其他的解药啊。那我一个新加坡的学生，他就真的啊，他没有打疫苗，然后呢，他的好朋友啊中奖了，然后他也跟着中奖，然后他就说：“哎，老师，我在新加坡，然后新加坡的政府也没有给我什么治疗这个 COVID 的这些的药，他只是给我一些感冒药，然后呢叫我自己在家隔离，自主隔离14天啊。”然后呢，我就吃了这个伊维菌素。他说：“老师，老师，伊维菌素有效呢。啊，我吃了隔天就好很多呢。啊，他连续吃了几天，这结果呢，他就啊，就已经全部都好了。结果他现在等同获得疫苗护照啊，就是他有270天可以畅行无阻在新加坡啊，畅行无阻。新加坡的政府啊，就是鼓励你打疫苗，是所有人都去打疫苗，啊，所以。”疫苗到底好不好，啊，你自行去判断，啊，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就没事，打了疫苗之后就有事，啊，你这个疫苗你还继续打，啊，你自己去判断，啊，有头脑没头脑你自己去判断，啊，那很多的事情呢，你不要听这些媒体讲的，啊，媒体很多都是，啊，很不诚实的，啊，现在诚实的媒体已经没几个了，啊，另外我要再问一句话，诚实中诚实吗，哦，自己去想，哦，那很多的部分我们今天主题不是疫苗了，哦，所以你已经打过疫苗，我劝你不要再打，因为你打进去拿不出来，哦，那 你会发现有些人打药，我昨天才遇到一个朋友，他打了疫苗之后呢，哦，就是极度耳鸣，哦，就是整个连睡觉，哦，都在耳鸣，哦，所以这个疫苗其实它有问题了，哦，那当然这个病毒呢它是有解药的，你看印度政府啊，他用伊维菌素啊治好了他这个大流传，可是主流媒体不会来告诉你啊，那所以全部封杀，为什么，这是庞大的商机啊，啊，好，我们再回来这个外星人啊，疫苗部分你自己去判断啊，好，那外星人部分啊，所以呢UFO 并不一定是飞碟，啊，它很可能是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啊，第一个它很可能是老美的黑科技，另外一个是它很可能是用影片，啊，造假出来的，啊，像变形金刚这样，啊，它可以造假，甚至是外星人它都可以造假，啊，那你 好歹也那么，我们这几十年来已经有听过那么多外星人消息，对不对？还有这种 UFO 的团体，对不对？你好歹也抓个十个外星人嘛，哦，十个外星人把它绑起来好不好，哦，然后呢放在这个星光大道上面，哦，供大家来瞻仰，哦，来展览好不好，哦，不要绑太多了，绑十个了，哦，反正那么多外星人，对不对，哦，绑个十个也不是那么困难，对不对，哦，美国还有这个52区，对不对，哦，那好啊，那另外就是也有一些佣兵啊，哦，他这个武力很强的，啊，武力值很强的啊，或者说那种战斗民族啊，那好不好去绑个十个外星人啊，然后呢让大家可以亲眼去参观啊，然后世界巡回啊，就说，哦，我们已经虏获外星人啊，然后世界巡回啊，这样就多有说服力，对不对啊，现在所看到这些外星人都是这个说那个说啊，这个影片那个影片，这个资料那个资料啊，好歹你也拿个螺丝钉嘛，外星飞船上面的螺丝钉，你证明它是非地球物质啊，那就很有说服力了啊。所以这个是这种从科学的角度来判断的啊，所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一位 JJ 啊，这一位 JJ 老兄啊，不是林俊杰啊，这位 JJ 老兄啊。研究之后发现这样。好，另外我们再来谈这个外星人被掳事件啊，这总是真的吧，啊，总有一些人就是被外星人掳走了，啊，他们也真实的啊，很多啊，有这样一个亲身的见证 啊。那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件事啊，就是也是 JJ 老兄的研究报告，他发现哦，为什么这些人当中，如果他在被外星人掳走的时候就是高喊呼喊耶稣救我啊，结果外星人就把他放了，他就觉得很奇怪，外星人你为什么怕耶稣，你不是外星人吗，你为什么干嘛要怕耶稣啊，所以
这也造成他信主的原因，然后发现说外星人被掳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呼喊耶稣救我，因为他很可能他是基督徒嘛，很自然的反应，然后就呼喊耶稣救我，然后外星人就把他放了。那他就觉得很奇怪，奇怪了，外星人怕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研究了半天啊，就是他去访问了很多的个案。你知道有些人很迷外星人，迷到什么程度呢？欢迎外星人你来掳我，你要掳把我掳走。还有一些女生听说了，有些女生他们想嫁给外星人，你知道吗？就是有这样的人啊。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外星人教现在也有一些少部分人在信外星人教所以他们也相信这个耶稣是外星人因为他要驾着云彩而降临，所以呢他肯定是外星人这跟这个 JJ 老兄的研究完全不一样好，那所以为什么这个外星人被掳事件 的那个当下这些人呼喊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外星人就把他放所以他就去采访很多很多的个案他发现一件事原来这个跟圣经讲的一样他发现呢 这一种的外星人其实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邪灵那也就是他们被邪灵掳走了所以很多的这种外星人被掳事件跟这种邪灵的事件或者被邪灵所附身被邪灵所附被邪灵所辖制的事件呢非常的雷同非常的类似而且呢他们有这种家族性的这种外星人被掳事件因为他们就欢迎邪灵来掳他们掳走他们这样然后呢他们的家族就产生这样的一个事件那 他也觉得说这个个案很特别很奇怪为什么是家族性的所以呢根据这位 JJ 老兄他的研究报告他发现 这一类的外星人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邪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星人的样子我们记忆中外星人的样子跟邪灵是不是有点类似好，这个左上角是我一个朋友他所做的这种外星人的作品那你看呢这个就跟邪灵就很像下面就是电影好莱坞里面拍摄的很多的部分呢其实就跟这个外星人的这种邪灵是几乎是一样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些的被外星人被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所描述的根据他们所描述的所看见的这些的邪灵这些的情况这些的内容他发现呢跟这个圣经里面描述的是吻合的那谈到邪灵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就要稍微理解一下从圣经的角度里面其中有一个部分呢邪灵不是灵吗灵为什么可以有身体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不管是他是光明的天使还是这个堕落的天使他们都是服役的灵嘛天使是一个灵嘛一个灵体嘛那既然是灵体怎么可以有身体那我们就从这些的背景的故事来了解那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也就是呢亚伯拉罕曾经接待过天使对不对这个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故事圣经故事然后呢亚伯拉罕还招待他然后拿这个好酒拿好饼招待他然后天使呢也住了一晚两晚住了一两天然后住在亚伯拉罕家里所以如果这些天使是灵体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吃东西那我们也看过一些的这种天使救人的事件那有些人遇见过天使那他的样子呢就跟人一样那你也看不出来他是灵体他也是感觉也是有身体的那也是可以跟你有些的互动那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忽然之间那个天使就消失了所以天使呢根据我们所认知从圣经里面所认知的也就是呢天使有一些的天使他可以暂时以肉身出现在地上
但是它不能够一直长久维持、啊、因为它要来、帮助人、啊、或者是服侍人、啊、所以它神允许它暂时可以以肉身出现在地球、啊、可以出现在地上、啊、所以堕落的天使、啊、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那另外呢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书呢讲到呢这个 他的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个这个撒旦教的女祭司啊，他的身份非常的高啊，他在撒旦教里面呢他的这个位分很高、啊、美国有撒旦教的啊，那台湾还好像还没有啊，希望没有了啊。那这位撒旦教的女祭司呢 他后来就是被耶稣拯救了啊，然后他就脱离了撒旦教啊，那所以呢就被这些撒旦教徒们呢就追杀啊，那所以呢他后来就写了这本书啊，这本书叫做走出撒旦教啊，是这个台湾的橄榄出版社啊，现在应该是属于橄榄华轩的啊，你还可以找得到这本书啊，你可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一翻啊，这个是他真实的经历啊，就是他是高阶的撒旦教的女祭司，那其实她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撒旦的新娘啊，她是撒旦的新娘啊。那撒旦呢会跟她生小孩啊，那有些人就会很质疑啊，撒旦怎么可能生小孩啊？但是这位撒旦教的女祭司呢，真实的见证啊，也就是说这个撒旦他可以暂时以肉体出现啊，那。好，我们另外再来更正一个概念、哦、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对教会来说呢也是模糊的、哦、那我们过去都以为撒旦就是那一个大天使的名字、哦、天使长的名字、哦、很抱歉、哦、这是希腊神学家的看法、哦、因为圣经呢是希伯来人写的、哦、摩西是希伯来人、哦、亚伯拉罕也是希伯来人、哦、所以呢圣经最原始的这些的作者他们的手稿、啊、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希伯来人、啊、那希伯来人呢是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啊、也就是犹太人的祖先、啊、所以我们需要从希伯来人的观念来理解、啊、当中的描述才是准确的、啊、就好像呢我们对三国的理解、哦、我们需要从三国志来理解，而不是从三国演义来理解、哦、怎么说呢？三国演义，演义是什么？演义就是小说、哦、那我们过去呢是把小说当历史，把历史当小说，我们都以为、哦、有什么桃园三结义，然后那个三气孔明，然后借东风，空城计，然后那个草船借箭，但是呢很抱歉、啊、历史上面、啊、真实的历史里面、啊、没有这些事件、啊、草船借箭有、啊、那空城计有，但是不是孔明做的、啊、其他的这些呢都是糊弄的、啊、那个桃园三结义，哎，最起码桃园三结义是真的吧、啊、我告诉你桃园三结义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情同兄弟、啊，就是吃饭一起吃，睡觉一起睡，情同兄弟。他们没有三个人去拿个香炉让拜拜，说我来到一个种满桃树的花园里面，在那边结拜，没这回事啦、哦、这个是民间印象、啊、这是《三国演义》小说杜撰出来的、啊、正统的历史《三国志》里面不是这样说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历史需要回到三国志、啊、而不是用三国演义来理解、啊、所以同样的、啊如果呢有一个英国的老教授、啊、他、就是可能他是三国通、啊、所以呢他就、这个研究这个三国的故事、啊、请问一下这个英国的老教授研究的比较透彻还是这个老学究、啊、他比较懂三国、啊、华人当然比较懂三国嘛，英国人 你对三国的了解 就很可能就是从一些资料里面了解了，你对我们的一些的
民族文化啊，可能没有我们华人那么了解。同样的也是一样，啊，那这个对撒旦的概念，啊，我们过去往往都是西方的希腊神学家的概念，啊，我们以为是那个大天使长的名字，啊，但是很抱歉，啊，希伯来人的观念呢，撒旦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灵的名字，它不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称谓，它是一个 title，好像部长、经理啊，乡里啊，董事长啊，这样的一个称谓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苏院长啊，我们都知道他是冲冲冲，对不对啊？那苏院长不是他的名字啊，啊，那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讲苏院长，我们都知道是谁啊。那所以这个院长不是他的名字啊，他有另有其名啊。所以同样的，那因为这些希腊神学家不懂得希伯来人的文化，所以呢，他们又错误的把这个称谓变成名字，还给了那个天使长。那天使长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有名字的啊，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啊，那他就是被上帝赶出去的啊，就是名字已经被涂抹了，所以上帝呢，从此不再称他的名字，只称他的称号啊，就是就叫他就叫这一群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啊，所以呢，撒旦是这一群堕落天使的总称，不是那一个天使长的名字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些被掳的事件啊，它的背后呢，其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啊，堕落天使扰乱民间啊，那有些人欢迎被堕落天使掳走啊，所以他们就来了啊，所以很多他们就做了这个JJ 啊 ，JJ 老兄他做了很多的这种田园调查啊，采访了很多这些被撒旦掳走的人啊，他就发现呢这些的所谓的外星人怕耶稣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啊，因为他们就是堕落的天使啊，所以呢这位 JJ 老兄呢，他也因为啊做了这些的研究啊，所以呢他就后来就信了耶稣啊，因为他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真的啊，因为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就创造了以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啊，那也是这个创造出亚当和夏娃，所以我们的祖先呢，不是猴子啊。那好了，讲到这个进化论啊，进化论也是一个 bug 啊，那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了啊。那进化论，我们都过去的学校都教进化论嘛啊，然后呢，就说我们的祖先呢是从猴子开始变啊，然后变出啊，就是什么猿人啊，然后山顶洞人啊，然后变成智人啊。然后呢，开始变成现代人啊，但是找不到中间的这些中间的物种啊，比如说这个猴子啊，怎么样变成猿人啊？这中间的物种找不到啊，你找不出来，你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嘛，对不对啊？考古里面一定可以找得到这些痕迹嘛啊，那你找不到这些中间的物种，而且呢，这个达尔文他年老的时候。他自己推翻了他自己的这个进化论啊，那这个你自己去研究了，这个 Google 都可以找得到了啊。那世界不会告诉你啊，学校也不会告诉你，学校到现在都还在教进化论，然后就说人类的祖先是猴子，对不起啊，那是你的祖先，不是我的祖先啊，哎，我们的祖先不一样啊，就认知不一样啊，所以很多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来到这种迷惑的世代啊。很多的情况我们需要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搜寻，自己去了解也就是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样你才不会被迷惑你才不会到时候赔上了自己那就很可惜了所以外星人的事件也是如此我们过去对外星人的观念也都是听别人说的啦有哪一个人像这位 JJ 老兄这样研究了25年？没有啦，顶多研究个5年啊、10年这样而已啦，那很多的这些资料也都是从外国来的嘛，
那就是你也是听别人讲啊，那你也没有去抓一个外星人来啊给大家看一看啊，啊你不然你也找一个战斗民族啊啊去抓几个外星人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那就心服口服，没什么话好讲啊。那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呢，神创造以他的形象创造的你和我啊，而且呢他创造了这个地球。所以呢神创造了宇宙诸天万物，还有就是为了你和我、啊、那这中间呢就是要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也就是呢其实宇宙这么大、啊、我们都很期待，我也很期待啊，我也很期待能够有这个外星人，有星际大战 啊。那结果呢事实就是那个叫什么理想怎么讲那个叫什么梦想很丰满、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样、啊、所以真实的世界呢需要你自己去了解，而当你知道真相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有些时候我们 会那种落在那种情况，就是 我不想接受，我不想接受这个情况，我还是喜欢、留在我过去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不想知道事实的真相、啊、有些人会是这样、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戏剧，很多的故事都是这样、啊、当他知道他的身世的时候、啊、他反而不想接受了、啊、那所以、很多时候事实就是事实、啊、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用这些的科学来印证、啊、很多的用逻辑来印证，用科学来印证，你不要只是听别人说、啊，那你听别人说就会很惨哦，像这个疫苗就是这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也小我没几岁啊，大概四十来岁吧，三四十岁了。他打到第二针啊，然后呢，他那天晚上呢就有点不大舒服，然后也没有好好休息啊。为什么？因为他隔天一早啊，隔天一早他要开直播了啊，所以呢他就在预备他要做直播的事情。结果在做直播的隔天做直播的过程当中，发现哎人不见了哎。奇怪，人怎么不见了？后来发现说，他已经没气儿了，对，就是打了第二针之后就走了，这样啊。所以很多的事件哦，这样的事件你没听过吧？哦，新闻不会报道吧？啊，所以政府也不会承认吧？但是呢，很多的事件是真实的啊、哦，你需要自己去了解啊，自己去。最好不要去亲身经历啊，这种疫苗的事情不要去亲身经历 啊，还有外星人被掳的事件也不要亲身去经历啊，这些都停留在我们的幻想里面啊。那小女生也想嫁给外星人啊，千万不要去这样经历啊。那你很可能到时候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会很后悔啊。那所以啊，我们话说回来啊，整个的这种宇宙啊，宇宙那么浩瀚啊，讲到宇宙啊。我们有提到宇宙的起源，对不对？科学家怎么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来自于大爆炸啊？所以很多人都相信，很多人都接受，对不对？我们都接受是来自于大霹雳，对不对？一个大爆炸。好啦，我现在不用爆炸了，我给你一块粘土，你把它揉成一个正圆，非常圆的正圆啊。你用什么方式？用你的双手啊去揉啊，把它揉成正圆。啊、你能不能把它揉成正圆？好了，你的手都揉不出正圆、啊、一个完美的圆、啊、完美的球体、啊、你揉不出一个完美的球体。那宇宙的大爆炸怎么样炸出这些星球都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球体？请问一下怎么炸、啊、你用什么炸药，什么外星的炸药，你怎么炸，怎么炸可以炸出一个球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宇宙的起源是一个大爆炸啊，一个大霹雳啊，你就自己去分辨啊。我只是丢给你问题了啊，你可以自己去想。那实际上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呢，你也可能不大会接受，你要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思想，到最后你才会接受。同样的，外星人事件也是这样啊。真正的结论就是没有外星人，我自己听到都很伤心啊。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啊，因为有很多的科学应用，比如说超光速啦啊，这些太空飞船啊，然后它会 crash 啦啊，还有这些的事件啊，还有都是影片啊，
都没有人抓几个外星人，有那么长的时间，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时间，你没有抓几个外星人给大家参观一下啊，都只是一些影片，包括外星人的解剖也是影片，那解剖也都可以造假，那好莱坞的技术那么强，对不对？甚至不用用到好莱坞的技术了，有些高中生哦，有些很厉害的高中生就可以搞得出来。那所以很多的情况，我们需要自己去研究啊，自己去了解啊，自己去判断啊，自己去查验啊，你才能够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啊。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不会让你太难过啊，就是对很多喜欢外星人的来说啊，希望你不会太难过啊。希望你不会跟我一样很失望啊、哦！所以电影你还是可以看的啊、哦，所以电影还是娱乐嘛啊、哦，所以看一看啊、哦，心情也会蛮好的啊、哦。但是你知道事实啊、哦，跟这些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啊、哦，事实跟电影是不一样的啊、哦。那我们需要能够理解啊、哦，整个这些的真实的一些的情况，那你也可以自己去判断，自己去分析啊。哦，那我所讲的呢，你也需要自己去查验，自己去判断啊，你也不要就是人云亦云啊，道听途说啊，你要自己去研究。现在我在讲嘛，现在 Google 很方便啊，很多资料啊你都可以查得到啊，所以也希望就是有一天啊，你可以找得到这些的外星人的这种非地球的元素啊，请你一定要拿来给我看啊，我会很有兴趣啊。那其实外星人是一个，就像这个聊天室里面有人讲，外星人是一个赚钱的元素啊。你有这个元素很好赚钱啊，这背后都是为了利益啊。所以呢，欺骗呢，往往会带来非常庞大的利益啊，请你记得这句话啊。那所以呢，我们需要自己去挖掘真相。所以包括历史啊，包括这所谓的我们过去的这些所认知的历史啊，那历史呢也需要去挖掘真相啊。就比如说我过去也是一样很讨厌曹操，我就觉得说曹操是一个奸臣哦，这个是什么白脸啊，一个奸人啊，这个是枭雄啊。那其实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在汉朝那个年代啊，在曹操那个年代是称为建安文学啊。曹操他是一个军事家、文学家、政治家啊，在正统的历史里面的记载，也就是曹操呢在汉朝在宋朝之前是好人，曹操从宋朝之后变成坏人。哎，请问一下，曹操的人都已经挂了啊，宋朝之后怎样变坏人啊？你知道这个？唐明皇啊、唐玄宗，他老爸给他取的小名，你知道叫什么吗？叫阿瞒，就是曹操的小名。如果曹操真的是那么恶劣的话，你不会把你的名字啊、一个皇帝的取他儿子的名字取为阿瞒嘛？用曹操的小名，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阿瞒很出名的啊。你就算没有看过《三国志》，也看过这个《三国演义》嘛，也看过电视剧电影嘛，也知道 曹操叫阿瞒嘛、哦、那如果你不知道曹操的小名叫阿瞒的话，就去 Google 一下、哦、那所以如果曹操是那么恶劣的话、哦、皇帝不会、期许他的儿子能够像曹操一样、成为一个政治家，成为文学家、那当时是有建安文学、在曹操那个年代是建安文学，他们你有听过曹操、曹丕、曹植嘛，对不对、他们被称为三曹。三曹意思是什么？是三大文学家、也就是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所以在那个年代呢，你要成为文学家，那时候的文人怎么讲，那个眼界都很高的，你的品格啊什么的不好啦、我才不会承认你是这个文坛巨擘、我才不会服你、所以曹操能够征服这些的文人、你去看曹操他写的这个《短歌行》、这文如其人、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个、个性，什么样一个性情的人。你不要只是看《三国演义》啊，这个都被人家糊弄了、所以曹操他可以生出曹丕，
可以生出曹植两大文学家，曹植够厉害吧？七步成诗，还有生出一个曹冲，神童曹冲称将啊，六岁的神童啊，知道这个阿基米德原理啊，够聪明了吧？啊，所以呢，历史的曹操跟民间印象的曹操是两码子事啊，所以呢，真实的外星人跟民间印象的外星人是两码子事啊，所以很多事情需要你自己去研究啊，自己去了解，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判断，最后呢，你会得到你所要的答案。好，最后呢，愿神祝福大家。OK，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斯卡牧师，那我把这个主持人还给你。我来切换一下哦。好，我们谢谢 David 老师哦。好 ，OK，OK，、okay okay、我按错了是吗 ？Sorry， 我按错了。有按错是吗？哇，我按到那个 Peter 了 ，Peter Stone， 所以麻烦 Peter Stone 把那个主持人转给那个 Scar 张，因为我可能点的时候呢点错了。哎 ，Peter Stone 在吗？哇，很抱歉了，我点错了。没有关系，哎，现在再试看看行不行？所以这样有办法吗？所以 Peter Stone 在的话，可以把。Host 传到我、啊、有了，现在转回去了啊，已经转过来了是吧 ？OK， 已经转过来了。好，谢谢 Peter。OK， 好。Scott， 你的声音有点小，可以再大声一点。我声音有点小是吧？哎 ，OK， 好。那我现在我看 OK 了是吧？哎，对。好，我现在来看怎么样分享我这荧幕哈。哦看不太到怎么样分享，你要去按那个分享啊，我来关掉啊，对不起 ，OK， 你现在可以了，你按那个分享画面，分享画面 ，Let me see，OK，、okay, share screen， 好 ，OK， 现在人们看得见我的荧幕了吗？都看得见我电脑上面的萤幕了吗 ？OK， 看到了，可以看到了、哦、好，感谢主。OK， 我讲述我最早接触到外星人的这种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呢、啊、哈、哦，似乎就是不是从电影的，我自己去接触到的一些，其实第一次是我弟弟。我还记得蛮清楚的，那个时候好像他小学三年级吧，我是五六年级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回家的时候跟我讲说：“哎、欸、哥，我今天在学校往天空看到 UFO 哎、欸哦、然后呢，他停留在那边几秒钟，然后噗一下子不见了、哦、啊，我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我老弟没有必要跟我说谎、哦、然后他的那个年纪。应该也没看过太多这种，尤其在我们那个年代、啊、除了 ET 以外应该也没有什么其他 的这个影片、啊、我就记得小时候被我爸带去看 ET、哦、对，这第一次对所谓的外星人这种概念、哦、是从那边出来的、哦之后在美国居住的时候，出完我的干弟弟，我的干弟弟是个也非常研究圣经的一个人，甚至于对末世预备方面很老早就在提醒我一些事情、那突然他介绍我一本书，这本书叫 Return of Nephilim、Return of Nephilim 这一本书呢是由一位
美国的圣经学者、哦、所写出来的一本书、哦、那这一位学者是台湾其实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人听过他，但是他的背景其实是蛮丰厚 的一个人、啊、那我今天所讲的呢 也基本上包含他过去，我来看看这个影片过去多久以前做的，多久以前出来的，这个是被观看了什么多次，没 这个上面没有写出来他发布的日期、哦、凡是很久了，然后好几年前，这个一年前的留言，八个月前，这个是我很确定是好几年前的一个影片，所以现在、也找不到 HD 的这个档案，所以我讲的这个影片呢，我可以把这个连结传给大家，如果懂英文的话，事后可以再去看的话也可以。那他出来这一本书其实对一开始对大家蛮震惊的，因为他是个就是一板一眼的一个圣经学者、哦、如果说我们来看他的过去的一些历史背景的介绍的话，我也传给大家这一个网页、哦、那当我把它用 Google 翻成中文，这个人是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的教会刚开始是出自于 Calvary Chapel，Calvary Chapel 在美国也蛮有名的，在美国就有大概1000多个教会，那在世界各地也分布也大概有几百个。那我们来看他的一些背景，他9岁的时候就已经有10岁就已经开始驾驶飞机了，十几岁的时候，9岁就是个业余的无线操作员。那他之后呢又被保送去上了军校、哦、所以他跟国防部也有一些关系、哦、那他本身学的又是 systematic engineer， 系统的工程师，所以他对研究东西、哦、他也是非常系统化，对圣经的研究也是非常系统化，他甚至于把圣经当作是一个 decode 可以用来解码的一本书来读、哦、所以他 很容易把圣经可以各个方面的经文串在一起，所以他算是 以美国的学者上面来讲，他算是一个蛮深入，对圣经各方面的研究都蛮深入的一个人。在很早的年代，那个时候录音带 他的录音带就已经被超过 copy 700万份送出去。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在想到说我过去15、16岁的时候，我第一个服事是什么？那个年代我第一个服事就是 copy 录音带，就牧师讲得到，然后我那个时候讲到完了之后，录好的录音带，我会去到一个很热的一个房间，小小的，然后在那边翻 copy 那个录音带，然后、大家吃完饭的时候，就有很多录音带可以卖出去，让教会这些人想要的，他们都可以买一份回家重复听。这个是 我从小的，让我想起来我第一个服事。好，那他，我上次其实 David 老师他邀请来的这位 JJ， 我去参加了第一堂。那因为我知道我其他后面两堂没有时间来，我在那一天就直接问他，那他也很了白的跟我讲说没有外星人。那因为我读过他这本书，这之前在美国就是 读过这本书很厚，他做的资料相当的齐全。那我也接受他事后跟我讲的，接着跟我讲说没有外星人，那我就心里面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有外星人现象？其实是有3个可能嘛。第一个是没有外星人，也没有外星现象，外星人现象。第二个可能是没有外星人，但是有外星人现象。那第三个就是没有外星人，也没有外星人现象。但是显然的，这么多 的几十年来历史跟所发生的现象是有的，但是没有外星人。那如果没有外星人的话，那这些又是谁？这是什么？那 Nephilim这个字是一般被翻成巨人，在原文里面事实上它叫做拿佛利人，
那拿佛利人，我慢一点来解说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说，好，他这一本书里面有探讨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些 UFO 是真的吗？那第二个，就包括我弟小时候如果看到的那个 UFO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我们现在说连投影机都能够有立体投影机了，对不对？我们不晓得有没有人在手机上面有影片上面看到，现在有投影机不是只投平面的，它可以投立体的， 就让你觉得说在外面立体的情况之下能够仿佛能够看得到一些东西，而且还蛮逼真的，这是其中一个现在 老早就可以达到的一个技术。那他们从哪里来的？在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他们是友善的呢，还是怀有敌意的呢？那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这样子的这些人？那在美国呢，有 57% 的美国人是相信说有 UFO 的有飞碟的那 15% 相信他们有看过 UFO， 那我弟弟就其中一个了。那有少于 3% 的人，就像刚刚 David 老师所讲的，他们有被外星人提走的这种经验，那以 3% 来讲就有超过500万人了，这是不可忽视的这种一个数据嘛。那如果说我们就像刚刚 David 老师讲的，如果这些太空船啊等等它不是实质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我们知道1984年这个 Superstring 这个人他就已经提出来说有十个 dimension， 意思就是说有十度空间，有第十度空间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三度空间里面。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韩国的那一位刚过世的牧者赵庸基他写了一本书叫第四空间。那在1984年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可能科学能够验证出来说有到第十度空间那我甚至我听过另外一个科学家说已经有到11了，发觉的已经有到11了那他提出来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些飞碟它消失跟出现跟消失它那个分析可以到6000英里 per hour， 时速可以到6000。那么在right angle turn 居然时速就是右转，它向马上向右转可以到16000英里 per hour， 这个是很难去理解，因为物体实质上面是不可能。那有没有可能这些东西是从另外一个空间出现，然后又消失到另外一个空间去？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这些都是蛮值得去探讨看的那么我有注意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可能会姐妹还弟兄，我们每次在开会的时候都会重复我一些话，我会劝你以后不要，因为有时候我要回去找资料，有人问一些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我反而会看不见我很开心会有回应，但有时候太多的话，我回去找不到一些，要花一些时间才会看到有人在问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好，那 Calvary Chapel Costa Mesa 这个牧者Chuck Missler 就是从这个教会出来那这个教会的 founder 是 Chuck Smith，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牧师所建立的教会也是海内外都有超过1-2000个好，那我们来看，从圣经里面来看说，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一般读到的和合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版本那我们从原文直译里面来看呢，就会看到稍微有些不太一样。神的儿子们，意思是神仙看见人的女儿们，意思是凡女美貌就随意挑选为自己娶来为妻我记得这一段，我在过去在研究它的原文的时候，它有那种抢夺，他不是随意挑选，他是抢夺人的女儿来娶来为妻所以这些人的子女是被抢夺。那
被什么什么抢夺，是被堕落的天使、哦、仔细去研究原文的话、哦、是堕落的天使去抢夺了人的女儿、哦、来娶来为妻。那我们再看第四节呢，又有一个更蛮奇特的一个经文、哦、那再一次我们和本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是这样子，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被翻译成伟人其实非常不恰当的、哦、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就是上古有英武有名的人 Man of Renown、哦、这个其实翻译真的是有点落差、哦、那我们来看原文，来看在那些日子稍后也一样，可是在和合本却没有被翻译出来，稍后也一样这一句话完全不见了。然后再来伟人，在原文是巨人，我是巨人，神的儿子们意思是神仙，跟刚刚的一样，和人的女儿们意思是凡女同房，他们就给他生的孩子是上古英雄有名的人。所以我们在历史上面也会看到有一些巨人的传说、啊、各个国家他们多多少会都会 有这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原文。第一个巨人，原文这个巨人数字号码05303，那是 giant 没错。那如果我们又点进去这个原文里面看的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Nephil， OK， 生下来的人叫做 Nephilim， 拿佛利人。那 Nephil 的这个原文是什么？倒下来的意思，躺下、推下、失败的意思。意思什么？就堕落的天使。所以 Nephilim 是堕落的天使抢夺了人的女儿所生下来的后裔，叫做 Nephilim。那为什么叫做巨人？恢复本也把它翻成巨人，我们和合本是更糟糕，把它翻成伟人。到底是什么伟人？伟大的人、哦、那有时候可能他是 great man， great 在英文可以变成大的意思、哦、那事实上不是伟大，可能只是他 size 很大，但是有，但是事实上原文就是堕落的天使跟人所生下来的 Nephilim、哦、那顺便再提到了、哦，这个跟今天也有一点稍微有点题外话，但是还是 有关联。所谓的巫鬼跟邪灵是不一样的、哦、我相信在有上过 David 牧师、回到希伯来文化的那一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巫鬼跟邪灵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在赶的鬼是巫鬼，巫鬼会想要附在人的身上，邪灵不会想要附在人的身上。邪灵是堕落的天使，他们是不会，他们不需要一个身体去附在你的身上，他本身就是个灵体。但是巫鬼为什么会想要附在人的身上？因为他们过去有身体、哦、他们过去是有身体 的一个灵。那这些好，我想要知道一下麦克风没关没关，因为我听得到，听得到。好 ，Sarah 的没关 ，OK， 我把它关掉了。好 ，OK， 回乌鬼，他过去有个身体，所以他会在渴望回到一个身体里面去，但是天使他不需要。好，所以邪灵跟乌鬼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讲。巫鬼是什么？巫鬼就是当初死掉的巨人的灵魂、哦、他们遍地 就是在，甚至于当初他们遇到耶稣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入到猪里面、哦、堕落的天使怎么样，他不需要去 住到猪的身体里面去，他不会想要有一个肉体，但是巫鬼会想要、哦、如果我们去读以诺书的话，当然当初这个巫鬼搅扰人类严重到一个地步，事实上 90% 的，我如果记得的话，从那本书来看 90% 的巫鬼都已经被关起来了，所以在地上剩下的巫鬼是 10%、哦、就是在地上被鬼附的这些人事实上
我们人类在增加，但是这乌鬼并没有增加，它就是那百分之当初这个巨人死掉的这个灵魂百分之十。那我们来看，我这里有一段经文比较 奇特的是说，诶，日后又有，稍后也一样。那巨人第一次在洪水出现的其中一个目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消灭那些巨人。我们知道说挪亚被看为是义人，我们从原文来看的话，也有可能指的是他是当初少数所剩下来的纯种人类，纯种人类。那怎么说呢？撒旦知道说救恩会从纯种人类生下来，所以他们，撒旦其实就悖逆者啦，那当然这些堕落的天使们都是悖逆者。他们知道说救恩会从这个纯种的人类所生出来，所以他们下来去混乱的，想要混乱这个基因，让纯种人类让救恩没有办法生下来，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目的，其中一个目标啊。那稍后有没有出现巨人？有啊，有出现巨人啊。我们来看说，我来看一下。好，我就直接来看这巨人的照片哦。其实这些巨人的化石都有被挖出来，相信大家多少在网络上也都有看到。但是这些基本上挖出来的时候，都会被一个博物馆马上收回，然后消灭。好，我来看啊，这个巨人到底有多大？第一代的巨人到底有多大？我们看这图片，第一代的巨人是36尺，跟一棵树一样，跟一棵树一样。就当在洪水最主要毁灭的就是这一个巨人，这么大的这个巨人。所以你看，被鬼附的人，他们力气都会变很大，有没有？你要赶鬼的时候，那他又很凶，然后他仿佛他力气又很大，这其中一个他们过去是巨人，那后面又稍后又出现的这些巨人就没那么高，没那么高大。但是不管怎么样，一直到哥利亚、大卫所要面对的哥利亚也要大概15尺这么高吧，所以这个是从他们的过去这些挖出来的这些残骸比例上面来看的话，它就是这么大。来看看所以这些都有被挖掘出来。我记得这一个照片啊，这边好像是一个人，这边是一个瓶子，这个人那像这一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得见，你看这个人在旁边，光他的这个头就这么大了，有没有？好，那他，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说，这些人越来越矮。当然第一代洪水所灭掉的是堕落的天使所生下来的，那之后呢，这些巨人又是怎么出现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从以诺书或者是从亚萨尔书上面，我的印象是跟基因改造有关，跟邪术有关。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邪术啦，包括 pharmaceutical， 其实 pharma 医疗公司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医疗体系 pharmaceutical company， pharma 原文其实就是学术，就是邪术用化学去搞东搞西的，这其实它的原文是邪术的意思那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些邪术能做的事情。我们记得说在摩西他要面对的法老，虽然他的杖能够变成蛇，这是不同物体的一种转换，从一个死的一个东西，没有生物的一个东西，要转化到变成一个有生物的东西出来但是同样的，在法老王他旁边的这些行邪术的人也做得到啊，也做得到，他可以把一个物质变成另外一个物质，
只是当然摩西的杖去吞了他的杖，或者摩西的蛇去吞了他的蛇，但不管怎么样，这些邪术就是能够做到一些事情或者不可思议的事情。哦，那甚至于埃及 那个时候什么狼身人狼头人身啊，哦，这些奇奇怪怪的这种图是不是真的只是艺术，还是说当初真的出现这些东西都很难讲。所以在幕后的时代又会不会出现一些 很奇怪的东西、哦，那如果这些拿弗利人他越变越小，身高越变越小，甚至于变到跟我们的身高差不多，哦，那他们的目标又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就包括以后出现的敌基督，哦，他的身高到底是多高，会比我们高一点吗，还是跟我们差不多，他是混种人吗，还是怎么样生出来的，还是就如 David 老师所讲的，哎，撒旦居然可以跟女祭司生小孩，那生下来的又是长什么样子，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孩，这个其实都很值得我们去想去探讨。那我最后以这个经文来看，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大家也都读过，你们所读到的就是这个版本，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到底多大的神迹，假先知也可以起来显大神迹，哦，那当然目前我的属灵父亲说这假先知不见得是指一个人，可能是指一个体系，那我觉得这个体系很可能是整个媒体跟医疗体系甚至好莱坞体系加起来变成一个假先知体系，哦，也很有可能，你知道吗，你要让一个人相信一个谎言，哦，很简单，一个人对他说谎不够，一个人对他说谎不够，你只要有好几个人对他说谎，好几个不同面向不同体系的人不同的来源对他说谎，这个人很难不信，哦，这个人很难不信，哦啊，我觉得最比较贴切的一个版本，因为假基督们和先知，因为假基督们，哎，你看这个版本就有提们，它是个复数的概念，它不是我们这边看起来觉得是单数的概念，对不对，可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个版本是哪个版本，我还没注意到这是哪个版本，中文标准译本，哦，它居然是个复数的概念，很好，就如刚刚 David 牧师 David 老师所教导的，撒旦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体系，好，那假因为假基督们和假先知们会出现，那就表示不是只有一个了，哦，不是只有一个的这个概念了，行大神迹和奇事，如果有可能甚至迷惑那些蒙拣选的人，我们都是蒙拣选，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就是这个会议的都是蒙拣选的，那有什么样的迷惑大到一个程度让我们这些蒙拣选或者是甚至过去很爱耶稣的他看到了一些现象之后说，哎呀我过去信错了，哎呀没有神了，原来没有神了，原来连耶稣都是外星人，原来这些外星人他是如果啦，我如果假打个比方，如果今天在媒体里面出现了一些外星人，而且他就公然的跟你讲说没有创造论只有进化论，我们是一群比你们早进化了一万年的或者十万年的生物，你们现在这个地球已经太糟糕了，我们是来把你们提走的，那你们愿意就进来这个蓝光里面，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被骗，如果他亲眼看见那个飞碟就来下来在这边要拯救他们，把他们带离脱离这个地球， 我都打一个比如啦、哦，我不晓得说这个大神迹他们所行的大神迹跟大奇事到底会有多大，到底会有多奇，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被骗吗？我相信可能我们今天已经听到这一个讯息的人可能不太容易被骗，但是又有多少人有多少基督徒会有机会听到今天的讯息呢？
哦，当然我会把录出来的时候，我会把它制成一个影片，你们愿意传给你们家人就传给你们家人。哦，那原文这边来看的是，因为假先知假基督要起来显大神迹和奇事，为了要欺骗，为了要让我们其他的地方有些迷惑啊。那如果可能的话，选民也都被骗了，哦，选民也都被骗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今天的讯息，我们回去再做一些分析跟假设也好，或者你更回去研究圣经，或者你从这一个网页里面去查这些原文，它里面到底的意思是什么？不知道，欸，从原文里面去看，那我也不知道。我们就可以来断定说，是不是以后这么多迷惑的事情，这么多的大欺骗，我们容不容易陷入进去？不能讲话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基本上就到此。如果需要离开的，如果需要你去休息的，那可以。但如果有人有任何问题要提问问我，或者是 David 老师的，都可以趁现在提出来，我们可能有个五分钟、十分钟做一些解答，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做结束祷告。喂，是，喂，是，请说。那个，哦，我，哎，是，我讲一点呐，啊，哦，就是说我很多年前呐，啊，在35年前呐，啊，本来就在一个基督教刊物写一篇关于这个外星人的文章呐，啊，哦，那时候他们是有个系列，哦，那系列我写过关于基童的，啊，哦，写过关于冠道的，啊，哦。等等啊，哦，那时候也收集一些资料，哦，那后来因为那是属于校园团契啦，哦，因为他们有些人认为不这个不太接受这种观念啦，哦，所以比如邪灵啊之类，哦，所以我就没有写下去了，哦，但我那时候做一些研究啦，我看起来基本上就是大概有四类啦，哦，不管外星人啊、飞碟啦，啊哦，这些等等啊、影片啊 或说法啦，哦，就是一个是人编造的啦，哦，但编造可能有他编造的目的啦，哦，那一个就是说幻觉啦，哦，一部分啊可能是邪灵的工作啦，哦，那有一些有人认为，我认为有可能是在所谓看到飞碟可能是某种试验中的一种先进武器啦，啊，比如美国试验的等等，啊，那这个也都是有可能的，啊，那基本上我个人是认为外星是不是有生物，啊，或者就算有生物会不会 来地球是值得质疑啦，啊，那质疑的话呢，但是他弄这些东西如果是有人刻意去弄啊，目的什么啊？我当时为什么写这文章呢？一部分原因是我的神学院有个同班同学啊，是我的属灵同伴啊。那有一次我们常在一起交通祷告，有时他就说他高中的时候呢看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说基督教的上帝就是外星人啊，所以他譬如说他就引用以西结书第一章啊，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啊。就对神有很多描述啊，他说那描述呢，他就去解说，其实很像一个太空船的样子啦，啊，有轮中有轮啊，什么这些啊，所以他这样讲呢，那时候我这个神学同班同学，因为高中啊也没有很深入的去啊，哎，看呢，哎，搞不好说基督教上帝其实就是外星人啊。那他说外星人我们有必要跟他祷告吗？他也是一个人嘛，啊，外星的人嘛，啊，
所以他那个信仰呢，忽然对基督教信仰呢就受到很大的打击，然后 有半年的时间他都不想祷告啊，因为觉得所谓上帝不过就是外星人啊，那可能他科技先进一点啊，所以就发现说这个讲法对基督徒的信仰啊，那确实有影响啊，就是我那个神学同班同学啊，那这、就是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澄清了、啊。那曾经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说真有外星人，那外星人还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总是还有一个创造他的啊一个源头嘛啊，那所以我们讲上帝是创造一些源头，那如果我们这个外星人是总有一个创造他的嘛，所以一定还有比他更高的一个创造主啊，这是一个角度了。那另外有那关于外星人的这个描述，有些外星人他会把人抓去啦、啊，给人折磨、啊、那这跟神的本性也不合嘛，神是慈爱的嘛，神不会做这些折磨人是伤害人的事情啊。那总之从一些角度推敲呢，那外星人就不是，绝对不是我们圣经所启示这本圣经的上帝、啊、但是呢对信仰不是很比较透彻了解的啊，有些的讲法呢还是会有一些的这个影响、啊、负面的影响、啊、那另外是我神学一个学生、啊、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电影叫、啊、什么 ID4、啊、那电影就是说呢外星人来突袭地球、啊、然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啊、最后呢很危急，每一个美国就驾了飞机、啊、冲进那个、外星人的太空船、啊、把它毁灭了，救了地球、啊、那部电影还蛮精彩的、啊、大概也十几二十年前、啊、但是他认为的他的角度也不错了、啊、他后来牧会这样子、啊、然后他说呢其实、啊、这个电影有点影射、啊、这个美国总统就变成救地球的英雄嘛、啊、他认为说这将来这敌基督呢、啊他要这个掌握全世界、啊、把全世界当他英雄、啊、他就说呢外星人来袭、啊、所以地球的、啊、因为那电影里面呢地球各国的军队都合作起来了、啊、不再敌对了、啊、因为有外星来袭、啊、所以就不会有现在美国跟苏俄斗争啊，乌克兰没有、啊、我这 外敌最重要、啊、所以地球军队要彼此要合作，然后推举一个英雄出来、啊、那他认为说这也是敌基督的一个欺骗的手段、啊、那实际上什么时候来袭外星人呢？就是耶稣带我们和天使天君天上下来的、啊、就启示十九章呢，这骑着白马下来不是天使天君吗、啊、照一些的解经、啊、我个人也认同，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啊、所以我们是跟着天上天使天君一起下来、啊、千万的圣者与耶稣同来、啊、可是这个敌基督就是说啊，就把我们说成外星人，外星人来袭、啊、地球的军队要大家要合作、啊、不要敌对、啊、来跟这个外星人对抗、啊、那可能也预先埋下这个、啊、一个给人这种观念、啊、到时候他可以用从这个角度、啊、让全地球都合作来听他的指挥。所以这个他这个想法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了、啊、所以我大概略略分享一下、啊、刚才在分享的是朱简牧师、啊、我们非常感谢朱简牧师跟我们分享。朱牧师分享的很好，谢谢。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神也喜欢搞很大哦，可以一网打尽耶。什么东西？因为你刚刚讲说撒旦会好像敌基督要变得搞很大，欺骗啊大家来抵挡，有没有？我觉得神还是做王掌权啊，神也喜欢搞很大啦、嗯、嘿，他全部来就全部一网打尽啊，才显出他是神啊，就像过红海。这就是哈米出那个大战啊。
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不是地上打，哈米吉多大战是地球的军队联合跟天上的军队打仗，这叫第三次世界大战啊。那就是我们从天上耶稣千万圣者耶稣降临啊，这个才真正第三，因为现在解释第三，哈米吉多都说那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啊。照我对圣经研究，那我的体会，哈米吉多大战其实是地上军队跟天上军队最后大决战啊，在启示录十九章那边写的啊，大概是这样。Let's go.哦，老师，我想问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讲，就是在人生之里面的是乌鬼，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就是第二章的第二节最后一句，他就讲了，就是圣经在必立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就讲这个邪灵在人的心中，他是指的是邪灵。没有说是乌鬼呗，你说好像在人生之里面都是乌鬼。不好意思啊，那个金芳姐妹啊，你的口音比较重哦、啊，我们听不大明白你所说的啊。那有没有谁听得懂的，可以稍微帮我们翻译一下？就是你刚才讲，就是在人生之里面是乌鬼，但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最后一句，他讲的就是圣经在必立之子心中运行了邪灵，他这个地方讲了，在人的心中有运行了邪灵，就是必立之子。我好像听你说，就是在人的身体里面是乌鬼。我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希伯来人对天使的观念啊。希伯来人对天使的观念跟希腊神学家的观念不太一样。那希伯来人认为呢，天使至少有三个层级啊。第一个层级呢是基路伯啊，这是最高层级的。第二个层级呢是撒拉伯、啊、也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所提到那个六翼天使撒拉伯，这是第二个层级。第三个层级的名称我们比较少听到，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守护天使、啊、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希伯来文的专有名词叫 Teraphim 特拉芬、啊、那所以呢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所提到这个神的儿子们、啊、跟人的女子交合的这一群的堕落天使，它是属于守护天使、啊、也就是特拉芬这个层级的天使。那天使的层级越高人数越少、越低人数越多、也就是特拉芬的层级守护天使层级的人数最多，再来是这个撒拉伯，那这个基路伯的人数最少。那我们对基路伯的观念、啊、教会对基路伯的观念跟希伯来人对基路伯的观念也不一样。希腊神学家认为基路伯有三个、啊、有三位，就是米迦勒、加百列，还有那位路先生、啊、就是后来被称为、被他们称为撒旦的这个大天使长、啊、但是呢这是希腊神学式的观念。那希伯来人认为呢这个基路伯的天使有六位、啊、也就是光明的一方、有这个四位，那堕落的有这个两位、啊、也就是我们过去认为这个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呢就是夯不啷当三分之一嘛，那是比较希腊式的观念。希伯来人认为呢是三分之一的基路伯，三分之一的撒拉佛，三分之一的特拉芬、啊、那所以呢这个光明的这个基路伯总共有四位，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位啊，
另外有两位呢是记载在诗高本、啊、天主教诗高本的圣经里面、啊、那诗高本圣经比我们多了七卷、啊啊、所以呢他们知道的信息比我们多。那我们的和本圣经呢比人家少七卷、啊、但是呢不影响救恩，你不知道天使长的名字对救恩没有影响。另外两位的这个光明的天使长呢，一位叫乌利尔、啊、乌来的乌、利是利百家的利，尔是尔康的尔。然后另外有一位呢是这个、文艺复兴三大艺术家当中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啊、他父亲用这个天使长的名字帮他儿子取名、啊、就是这个拉斐尔、啊、那堕落的另外一个天使长呢，也就是这个基路伯呢，就是在启示录第九章里面所提到的无底坑的王啊，希伯来文叫做亚巴顿啊。所以我把这两个堕落的天使长啊，堕落的基路伯，一个称为亚巴先生，一个是路先生啊。那所以呢，这一群这个堕落的特拉芬，他就是呢啊，强掳民女啊，强掳民女的。就是掳来做压寨夫人啊，就跟他们这个生下这些的Nephilim 啊，拿非利啊，所以那拿非利的翻译的名词呢有很多种啊，所以稍微理解一下啊。那这一群啊生出来的孩子呢，他就是后来形成高大的巨人啊，高大像一棵树一样啊，所以呢洪水主要要消灭的是这一群非法的物种、啊、也就是他们都是 fallen、啊、你去看那个变形金刚、啊、它里面就有这种 fallen、啊、这种、就是堕落的或者说坠落的这些的、啊、就是好莱坞很多时候会提供这些灵界的讯息、啊、那所以这些堕落的天使生下来的后代，那他们呢、堕落的天使呢也把这些堕落的奥秘，也就是神没有允许他们出现在地球的这些的奥秘、啊、就是邪术、法术、巫术、秘术、炼金术还有占星术、啊、都教导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们、啊、所以呢这些的女人呢、这些堕落天使的女人呢成为了初代的女巫、啊、所以他们会代代相传，他们会把一些的这种邪术、法术、秘术、巫术、啊、传递下来。那你去看法老的这些的术士啊，就是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那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也会泄露这样的讯息啊，你去看哈利波特就是啊，哈利波特的那个作者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女巫啊。所以很多的事件呢我们需要回到希伯来人的观点才能够理解啊，这些拿非利啊或者是拿伯利啊，他的这个死了之后他的灵魂还在、啊、所以他的灵呢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所以呢他只能在地上呢遍地游走寻找可吞吃的、啊、所以希伯来人的观念呢就是邪灵跟巫鬼、啊、是不一样的、啊、是两个层面。堕落的天使呢是属于邪灵、啊、就是庙宇背后 躲在庙宇背后的那些都是属于这种堕落天使的邪灵。那这些特拉芬死了之后，这些巨人死了之后，他们的灵、啊、就成为巫鬼、啊、这是希伯来人的观念。你所看见的是和合本的翻译、啊、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回到希伯来文去看、啊、我们读圣经不能只读和合本、啊、大部分的牧者呢都是读和合本的圣经、啊、顶多读一下英文、啊，那很少的牧者能够去读得懂希伯来原文、啊、所以需要从希伯来原文去理解你才会知道、很多的真相，否则很容易有很多的误解。我们现在所、领受的这些的希腊神学它是属于西方式的观念，神使用的这一群圣经的作者全部都是希伯来人的子孙，包括路加他也是希伯来人子孙，全部都是东方人，这是一部东方古老的著作。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老约翰写的，相当于中国汉朝的时代2000年前写的，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希伯来式的观念才能够真正的读懂圣经，否则会对圣经呢有很多的误解和偏差。
啊，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理解圣经的原汁原味啊，希伯来文的原汁原味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更多的细节。好，谢谢谢谢啊，我有点多少不懂。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那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很高，两米多高，是不是也是这些拿非尼人的后代呢？然后在挪亚时代的时候，那巨人已经在那个时代消灭了，但是，后来这个时代是怎么，为什么还存在呢？好，很好的问题哦，就是为什么后来还有巨人？就是摩西时代也有巨人，大卫时代也有巨人。摩西时代呢，灭了那个巴山王二啊，他的一个铁床呢，有这个九肘啊，宽有这个大概有四肘还五肘啊，那也就是呢，相当于四米半啊，四米半的长度啊，那所以他的身高起码也有四米啊。那这一群拿非利啊，这一群堕落的天使，就是拿非利在洪水的时候已经灭掉了。那这些呢，都是非法的物种，也就是神的儿子啊，就是老爸没有允许你在外面生的私生子啊。你想想看，这些天使啊，他以前会偷吃，以后还会不会偷吃？肯定还是会偷吃了啊。那只是呢，这些巨人的身材呢，被神限制啊，所以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在摩西的时代呢，大概有四五米啊，那么高。到大卫的哥利亚的时代呢，大概就只有三米啊。所以现在呢，有这种两米多高的人呢，你不能说他就是拿非利的后代了，除非你去验 DNA 啊。那你看这些摩西在妥拉里面的描述啊，这些身高的这些的巨人啊。那他们的有一些特征就是有六个指头，所以呢全身上下总共二十四个指头啊，所以这个就可能是巨人的这些拿非利的基因啊，也就是这个堕落天使的基因啊，所以他是这种混种的，就是不是纯种的人类啊。那所以你不能用身高啊，你不能用身高来判断这个人是如何啊，所以这个对某些人不大公平啊。那比如说山东人啊，山东人他就人高马大，你不能说他就是这个拿非利啊，这样是不大公平的。所以有需要去了解他的背景。老师，然后这些你说要验 DNA， 我们平常人是有23对染色体，然后这些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就是这些巨人的就是这些混种。这些杂种它的 DNA 就是验染色体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呢？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撒旦的祭司成为撒旦的新娘，他会诞下那一些恶魔的后代，然后这些有没有具体的特征？那个部分我比较没有研究啊，你可以看看那个 Scar 牧师有没有研究这样的，就是说他们的那个 DNA， 我这边是没有资料了啊。那在聊天室里面有人问说，怎么样能够让牧者能够知道希伯来文的原汁原味啊？你可以去读这个台湾出版社的那个橄榄华轩出版的《原来如此》，就这四个字啊，《原来如此》第一册，那牧者读第一册就可以了，他就可以知道这些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的原来的观念啊，对圣经的观念啊，你就不会拿着希腊的地图去游耶路撒冷了。至于这个拿非利的 DNA， 我没有接触过，所以我比较不了解。嗯嗯，好，那原来如此这一本书总共有三本哦，那我介绍给橄榄出版社翻译出版，只翻了一跟二。那 David 老师也一直希望。跟我都一直希望第三他们也能够翻出来，
那当然出版社会考量一二到底卖的好不好，然后才可能再去出三嘛。那这本书系列的书其实不好翻，那 我觉得他们找到的翻译真的也翻得还不错。我说我大家读完一二了，我鼓励你们真的要打电话去给橄榄出版社，鼓励他们把三翻出来，好不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教第三册这样子。那或者是说 David 老师，我们看怎么样，我把第三本英文的拿来读，然后我们做个讨论，再一课一课的教，或者怎样，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原来如此哦，把它更进一步的能够对大家解说哦。那都买得到，现在橄榄出版社基督教书房一定都买得到，如果没有跟他要一下这个书名原来如此哦，回到希伯来的根源，这个一定是有查得出来，你们就查橄榄出版社电话一定就会出来，或者橄榄华轩电话也一定就会出来的。那如果是内地的弟兄姐妹，你就联络那个以林书房，请以林书房帮你订然后寄给你这样。那至于 DNA 能不能测出来， 我不知道了。那再来有没有拿佛利人愿意自己去测 DNA，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困难了。如果他知道他是拿佛利人，他还给你去测 DNA 吗？或者是从他们的骨头是不是就能够去萃取出来抽？我不太知道了。但我记得以前读亚萨尔书跟以诺书，好像洪水之后的巨人不是堕落的天使生出来的，因为堕落的天使当初他们做这样子的事，犯这样子罪的这些堕落天使，我有印象读到说都已经被神关起来了，被神关起来。那当然以后会不会再释放出来，或者在什么样的时间释放出来，我不知道，但我的印象是都被关起来的。那洪水之后怎么又出现巨人，我读的印象，因为这个都很久以前读的啦，我的印象是跟基因改造有关，也就是挪亚他的子孙三个男的，然后他们娶的，如果我没记错了，你现在不要太要求我说一定是讲得很准，如果我没记错是他其中一个女媳妇好像懂巫术，然后又怎么样把这个基因给搞出来的，我现在印象已经不是很深了。 但是我有从以诺书还是亚萨尔书那边有这样子的印象去读到。那就如我所说的，如果埃及那个年代就能够搞得出来一些什么人头狮身啊，什么马头人身啊，狐身啊，就是或者是能够把墓葬变成蛇啊，我很难想象说他们有什么巫术搞不出来，所以这些都是一定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么多啦，我只能说有很多你们如果真的还有兴趣的话，我知道以诺书中文也有被翻译的蛮大的一部分的，那英文的我是都有读完，但里面你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因为以诺书应该是有一些片段有被污染过，就像我们写书的人，我出过两本书，那你会看每一个作者他写文章有他的脉络，有他的用词，只是以诺书拿来读的时候，就包括我读英文的那个版本，你会发觉说读到一半奇怪，怎么有一很长的一段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因为那个口吻说法用词就突然变得不太一样，然后又回来到原来那个人，所以他确实有一部分可能是被污染过，但是并不是不值得读，你们还是可以去读去看，
那亚萨尔书据我所知应该是都有翻成中文了，好像 David 老师也有，也之前也介绍我们买中文版本，我已经忘记哪里买得到，现在还买不买得到我不知道了。这是你们想要对这一方面更进一步的想要去了解的话可以去拿得到的书的。亚萨尔书啊，现在是那个网络上可以下载啊，那是中国的弟兄姐妹翻译的啊，啊，总共有91章啊，它可能分段落啊，能下载啊，所以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亚萨尔啊，那就是亚呢是雅各的雅，萨呢是刹车的刹，耳呢是王字边啊，左边一个王字边，然后右边是耳朵的耳，亚萨尔书啊。那个其他的部分啊，就是那个内地啊，内地也有以林书房啊，你也可以联络内地的以林书房，可以订得到那个《原来如此》这本书。那还有这个以诺书呢，香港有出版，但它的书名不叫以诺书，你可以记一下啊，叫做《基督教典外文献第一册》。基督教典外文献第一册、啊、香港的出版社出的、啊、那里面呢是以诺一书二书三书，那以诺一书的可靠度好一点、啊、二书三书呢是比较是伪经了、啊、那你就当作小说看一看就好了，不要太当真这样、啊、那以诺一书呢可以读一读、啊、这是基督教典外文献旧约篇第一册、啊、它有分新约篇跟旧约篇、啊、好，以林书房店有电话吗？我想是不是 Google 查一下应该就查得出来了。老师我还有问题、啊、那个亚萨尔书、啊、他说、啊、其实他说连大卫的公歌也写在亚萨尔书上，可是那个91篇根本基本上就写到约书亚他们这样、那个进迦南这样打个仗把那几个王灭一灭就结束了，根本没有写到那个公歌那里去哦，是没翻译完吗？就撒母耳记写的，撒母耳记下那个第一章18节上是说大卫做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交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萨尔书上。目前、啊、那个亚萨尔书91到91章里面是没有出现到那么久远的人这里、啊、最近我是有看到那个不是亚萨尔书，我现在跳开到以诺书，以诺书最近我去年买以诺书的时候哈，那个代理商是那个基督教东方，好像东方什么书社啊书店，他们已经进口很久了，上面的书都已经泛黄了，可能很冷门啊，价格又贵，大家都舍不得用正版，我是鼓励用正版啦、啊、嘿，然后他们啊最近我是看网络版的，好像有20这几年出来的，我不晓得是不是有重新翻译还是怎样，有人有po出来，但是我没有点，因为我想说我有买正版的，我比较不喜欢那个、不用钱的啦，我如果买得到我尽量买正版、目前大概是这个是以诺书的部分。我一共讲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有疑问、那个亚萨尔书啊，因为他曾经失落过了，后来又被人家找到，所以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已经不见了啊？那可能要再让学者去研究一下，所以有很可能就是后面的有些经卷可能曾经有失落过，所以大卫写的那些段落可能就是没有在那上面。那亚萨尔书是在圣经有提到两次啦、哦、那当然他没有被纳入到圣经里面这66卷里面、哦、
所以你们读的时候，我觉得读过一次，顶多两次就好了，就不因为它不是说好像我们正版在那六十，可是我觉得它蛮值得读的，我觉得把它当个小说来读的话，蛮刺激的。就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些武打武斗的这些描述，然后亚伯拉罕他的后裔都有一些超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征服这个迦南地，他们必须要有两把刷子。这个我是蛮相信的，可是反正你们信不信，我觉得还好，这个不违背真理。他们确实是有一些非比寻常的一些能力，我觉得比任何武侠小说，尤其他们在讲他们打斗的那一些，比任何武侠小说都还好看，所以我是读的还蛮喜欢的，很长，可是还蛮，你如果蛮喜欢读小说的，武侠小说应该可以很快把它读完，我也是觉得，我觉得他真的是我看过所有最好看的武侠小说，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们的神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对，他看到出埃及记那个出过红海哈，我觉得那过红海那一段一定要看，是把人性显得很清楚，把有什么人面临这种状况，有很多抉择，嘿，对，然后看看你是站在哪一边，各类人都有，对，我觉得很挑战，很挑战。对，它很多的细节在里面，那以诺书他是有说他的书，我记得有一段他说他的书不会纳入那六十六卷里面，因为神是用这六十六卷来做标准，来衡量世人。做一个标准，所以他的书没有纳入那六十六卷。但是他说他的书在末世的时候，接近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会被挖掘出来。那他的书会兼顾很多人的信心。为什么要兼顾很多人的信心？你去读就知道。为什么他把天堂解释的这亲眼神让他看见的，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最后被接上去嘛？但他在他被消失被接上去是慢慢的，他有时候消失个一个礼拜，然后下次就消失一个月又回来，下次又消失不了多久又回来，然后讲述神带他的去的一些经历，或者神跟他讲什么。我甚至还记得有一段是巨人求以诺去跟神求情，让他们可不可以有救恩，结果神的回应是不可能，没有救恩，因为他们就不是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出来的嘛。我们人犯罪有救恩，是因为我们是有神的 DNA， 我们是可以被救赎的，可以靠着基督宝血被救赎回来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不是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出来的，所以他们没有救恩，就不可能。这里面很多细节的这种对话，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希望大家读到的一点是，以诺在形容天堂，在形容天上神他所看到为我们所预备的，为这些为魔鬼所预备的地方，为这些污鬼所预备的地方，然后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地方，为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预备的地方，但是为那得胜的基督徒所预备的地方天壤之别。那种愿意为神受苦，愿意为神放下一切，愿意单纯爱主的这些人，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真的是听他在形容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殉道又怎么样，殉道只是一下子，但是得胜了之后，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种永恒及那种美好，我觉得那一段要读啦。你确实会兼顾你的信心，以至于之后其实不管在地上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你都能够刚强壮胆的站立的稳。那一段我是蛮
蛮鼓励人家去读的。那尤其以诺他自己又说，他的书末世被挖掘出来，就是会兼顾我们末世的这些信徒的信心。哦，那我发觉我读完之后，确实是对我有这样子的作用。好，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要做个结束祷告了，好不好？要不然也超过十点了。好，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就请这个沈师姐妹就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沈师姐妹在吗？或者是 Fabiana Chu 可以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我来做个结束祷告了，好不好？好 ，OK。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经历了整个聚会，我们知道你也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一群愿意寻求你心意的，你在地上的儿女。我们也知道你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而不管在这之前。当我们进入到你永恒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或者在跟你日后一起作王，在地上作王的时候，成为得胜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我们必经的过程，或者在地上不管有多少的迷惑，都不能欺骗我们，因为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立定的扎入你的话里面，让你的话深深的扎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幕后不管看到任何的现象，任何的欺哄，都不能将我们从你的爱被隔绝。哈利路亚，我们为此献上万般的感谢跟赞美，因为你没有让我们不明了，他们愿意寻求你心意的，寻求你话语的，你都会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能够站立的稳。哈利路亚，主耶稣，就愿我们今日的聚会，我们所促成的是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你在地上的儿女更加的爱你，更加的紧紧的抓住你，更加的拥抱你的话语，更加的愿意尊你为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我们都扎在你的话语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也祝福我们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让他们每一位都成为光荣荣耀的得胜者。哈利路亚，享受那主恩，享受那将来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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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应该是 会有录下来，我会把它、做完了之后会放在我们协会的网站、哦、那我们协会的网站我再把它公布出来在我们的 LINE 的群组里面。好，那也希望你们到这网站第一页看到这个我们现在正在极力在推广的阿苏萨大复兴、哦、现在的火已经烧到佛罗里达，希望你们通知佛罗里达的弟兄姊妹尽量去参加这个会议，如果我们有华人去参加这个会议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复兴的细节、哦、带回来台湾，带到中国大陆，带到新加坡的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哦、就可以让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让我们知道说这个阿苏萨大复兴的火、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复兴的模式、哦、希望你们能够造访我们协会的网站、哦、我们继续为这样子华人的大复兴来献上祷告。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也可以的话我们就把你可以把你麦克风打开，我们彼此的问安、哦、说再见，说拜拜。好，我们今天的就到此结束，好，谢谢，谢谢 Scott， 谢谢大家，谢谢牧师，好，谢谢牧师，拜拜，谢谢 Scott， 谢谢 David 老师，拜拜，谢谢吴老师，拜拜，谢谢老师，拜拜，拜拜，拜拜 ，Shalom。
Shalom. Shalom. Shalom.